看会员，以后不用看。是他们民进党就是要让修宪破局啊！上一次我们都来了，上一次他做主席，这一次换我们做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怎么可以坐上去？王碧云刚刚自己说了，大家都有录到，他说他们就是故意的，他们就是要让修宪破局嘛，抗议啊！他不要让我们国民党参加，他们自己去玩好了啦。会议开始，先由在场的召委推举今天的主席。在场三位召委，包括管碧林召委、周春米召委跟我本人，我们公推周春米召委担任今天的会议主席。那在这里呢，特别还是要呼吁，修宪一定要政党合作。那么朝野各政党目前包括台湾民众党跟时代力量党，他们都已经在现场。民进党也竭诚的欢迎一直宣称支持十八岁公民权修宪课题的国民党，赶快回到议事运作的常轨，回到修宪委员会来。毕竟今天第一次会议，主席召委哪一位召委担任主席，依照过去我们都是轮值，都是轮流，所以国民党籍有两位召委，在未来的十天会议当中他们会轮到四次，民进党的三位召委会轮到六次，所以呢，在议事上是非常的兼顾到各政党的各方面的多元意见。